好，我们今天开始，现在开始，我们先做两个练习。第一个练习呢，就是用我们的气息支持的，你说丹田也好，小腹也好，最下边的这组肌肉弹，把音从那个地方弹出来，那个地方用力。这个地方用力的目的是什么呢？就是说这个地方的力量最大最稳定，我们以后唱歌呢就是要用到这部分肌肉，主要是用这部分肌肉。条件是什么？就是做这个东西的做法应该是从丹田，就是咱们就说肚脐眼吧，往上一直到鼻腔的上边都是要放松的，不能用，尤其是声带部分和喉头部分，脖子整个口腔必须放松，必须放松，不能用，让气顺利的通过这个地方，声带不要闭合。然后将来我们要用到的是在气流一直打到头腔，在头腔发声，好吧？我先给你做几个例子，做几个示范。呼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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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呼。你听到吗？我只是在这个丹田弹跳来发出这种声音，这种声音不是吼吼吼呼呼呼，所以声带不允许闭合的，好吧？我们来做一做。好，开始。你这个是低至八度。我先低八度，先做一下。几天，最近很快就能够做到，但是你要学会这儿，因为唱歌的每一个音都是要从这儿发出来的。呵呵呵呵呵，接下来我们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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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必须得从这儿出来，所以你这个练习是最重要的。先不要发声，先，你先呼呼呼呼呼，先不要拖长，对对，这基本上是对的。哎，但是就是注意这儿，我听那个嗖几乎是要用到的，呼呼呼呼呼，这儿完全放松。你咪发嗖这几个音呢、啊，就听起来就是。没有完全松开，你把它完全打开，吸气，呼呼呼呼呼，把这个吸气的时候，这儿这个喉头这儿完全打开了。情况下
突然的用这儿来突然弹一下，这样做的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就是说你这样做的话，你上面本来是完全放松的，你突然的一弹的话，你上面往往就是希望它没有来得及反应，你容易让你处于一个松弛的状态，所以你要这样做。还不错，这个吼最后那个嗦，你这嗓子，你嗓子这儿合了。吼吼，这个吼你用了一下，这 re 你用了。就是说你除了这个肌肉，我们一再强调整个是放松的，就这儿是动，所以你看我身体的话是呵呵呵呵呵，可是你做的时候呵呵呵，再有这个动作，这个它不 get involved， 就是说不能这个不能参与上面，就是光碟弹，整个身子静止呵呵呵，是吧？你那吼吼好像有这个动作。习惯一个是你肌肉这组肌肉吧，你不太习惯用它。第二个，你这儿呢，就是没有特别习惯，就是说不使用它。你这儿太经常用了，所以你就会有这个问题，就是说你俩总配合不好。实际上是完全静止下来，呵呵呵呵呵就完了。你这儿不让你用的地方呢，你反而是。经常坚持要用，让你做的那块肌肉呢，你反而是不习惯，没有力量。咱们都，所以我说你准备好了，对，准备好了，静下来，吼吼吼吼吼，这样一个一个准备好的去做，是不是好一点？还有一点我注意到了哈，你这个，哼，你这个动作上边太大，肚脐眼以下，对，就是你找那块肌肉，不是整个肚子在做，整个肚子 OK， 不是肚子在做，是肚脐眼以下的，所以你必须是，你的动力是在那儿出来，不是整个肚子。这个就比较，因为那儿动吧，它是有力量，它也能够，就是说，因为我们的要求是肚脐眼以上一直到这个鼻子这儿都是松的，所以你不能用上边，上边可能会跟着动一下，就但是不能力量是不能从那儿出来，力量必须从最下边出来，呵呵呵，你看我做，呵呵呵。呵呵呵呵，最后一个如果你做不好，呵呵呵呵，对吧？呵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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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这儿用的太多了，你不能用它打开。发嗦这俩你都在用这儿。吼吼吼吼，不是，吼吼吼吼吼，你这就错了。对，就是准备好了，一个一个做都可以，不要图快，图快有的时候你各方面调整不好，你必须让上面松下来，让光底下去做，而且光在最下边那块去做。嗯嗯，这个要恐怕要练相当一段时间，这个东西以后我们每一次都会去做的，好不好？呼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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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呼
力量要从下边去找，你现在呢越来越表现的要从这儿去 make it up，就是你从这儿想找解决的办法，那是错的，因为这儿上面都是放松的，你必须是呵呵呵呵呵，有的时候个别音我做的也不够坚强，不够扎实，但是那个地方错了也得从那儿去找，不能从别的。你像这个，呵。那个力量吧，还没有找到，就是说还没有能得心应手吧。就是说你有时候能找到，有时候找不到。你假如说我唱这个，我不让你唱，我说，呵呵呵呵呵呵呵，这是G啊。呵呵呵呵呵呵，这就是 A 了。这个你每一个音都是做到这种用底下来支持去唱。你看，我们假如继续往下，它就是这样，你这个力量就是用在你的所有的发声上，你不能习惯于用胸式啊什么的，这样的话，你的支持力度差得很多，而且你也控制也不如这个好控制，你得慢慢的得习惯，一开始可能不习惯，但是必须从这儿走这条路，还做哈，都慢一点。你唱着不低半个音，呼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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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知道，你为什么唱着音困难？就是说，你的力量第一个是不够，第二个呢，你这个腔体吧没有做好准备，你因为你唱最终是要用这个气流。在头腔里发声，你可是你吼吼吼吼吼吼，你这儿就开始把那个声道没有吼吼吼吼吼，保持原来，你吼吼往前挤着唱，你这儿主要是气流不够，你压力不够，主要是压力不够，上面准备的不好，因为这个声音现在是基本上从头腔里出来，呼呼呼呼呼呼呼，实际上是头腔里出来的。你中间通过这个地方不要造成任何阻碍，从头腔里出来。我们再从低下面开始啊，我们再做一做，还做这个？还做这个？我看多长时间了？现在大概有。十分十五分开始的是吧，差不多，你看来做，还是这样稳稳的一个一个做，好，这就是上面腔体做好那个音的准备，那腔体要做好那个发那个音的准备，然后用气流往上冲，对，嗦还稍微欠一点，来，咱们做咪发嗦好不好？
但是我这个咪和发我就没听出来你唱的哪个音到底是哪个，你怎么晃来晃去的？我就告诉你，慢慢你做好准备，吼吼就是咪，吼吼就是发。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你上面做好准备，下边做好弹跳的准备，上面做好那音高的准备。哎，这个好。对。好好。呼呼呼呼呼。这音高不高？这音高？不高，我不容易找着那个。那个劲儿，你上面，好，算是慢慢习惯这个东西，因为也以前不这么用嘛，不这么唱，对吧？你知道你现在做的困难是什么？你下边没有劲儿，你找不到。我弹到这儿来吧，那个音我找不到那音，你知道吗？不，你下边得有劲儿，你下边首先得有这劲儿。我现在练的是什么？我主要是练的下边的弹跳力，而你上面的音呢是附带的。我找不到这个音。不是你找，我可以唱出来。不，你能唱出来，你就应该能够弹出来。我不太知道你为什么。你先唱一声，再弹一声，要不就算了。我不知道你。对呀、啊，这不就完了吗？对呀、啊，你要实在找不着，你自己想一套办法。你先把它捋顺了，这样我一个音一个音来吧。你别弄了，你这样唱的你不符合我的要求啊！你不上我说的，你就是等于是把这个你要唱这个长音，就用头了一点，吼吼，可不可以啊？你也不让人家转转你脑子改。对啊，你这样做实际上等于是往前走了一步。你我本来是先做弹跳，再去发长音，因为我要的是前面那个东西。是这样的，你这方式做不了。变声的地方，从真到假的那个。我给你高了，你就唱不上去。我给你这样，你说在变声，那在哪？你说在哪？不，你随便搁哪，我就随便。我这不就是随便吗？你要再低还是再高？我就这样，就这样。你这儿对，这我看着你这儿都不对了，你不应该这样，吼吼吼。伸脖子不可以的。我原来说你不能用肚子，你现在连脖子都开始用，这个不行。你就是本来都是静的，都是完全是放松的。你不可以去用其他东西。你只能在肚子上使劲，这样吧，
这个咱今天就练到这儿啊。第二个练习呢是咱们就很快的过一下。这几个练习呢都极端重要，都非常非常重要，所以呢你下边呢要好好的去练，就是这样啊。这个练习就是弹跳，我用丹田用腹最底下最底下的这个力量去唱歌。实际上我原来也跟你说过在后边怎么样用力，怎么往下那种感觉我也说过，对吧？以后我们可能还会再提起这个。下边呢我们做第二个练习，这个练习我们以后会经常的去复习这个啊。这个第二个练习就是做什么呢，就是喉头呢随着音高的增加，喉头要逐渐打开。所谓打开呢就是喉头要往下沉，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喉头发出来那个声音呢是越来越粗的。为什么粗，就是因为你的打开了以后你整个的通气量呢在增大啊。我做一个示范啊。呵呵这个还是用原来的那个，在那个基础上去做，咱们等于这两个都练。如果你觉着不习惯这俩加一起，你就用长声也可以，呼呼呼也可以。这样吧，咱们不加在一块儿，就是唱呼。我先一个一个来吧。哦。我要提醒你一点注意，做这个练习整个其他部分都是放松的，我看你现在这个脖子这儿又开始紧张了，这不可以，不能这么做。你这么做习惯以后，你唱歌永远是这个样的，你这儿的肌肉是做了不该做的好多动作，消耗了很多的力量，但是作用是负的，是非常糟糕的。所以要呼呼呼呼呼，全身的静止状态是一个非常，你听我说完再做，全身的静止状态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状态。在这个唱歌的时候，你任何地方你紧张，你的声音出来都会减分，你只有全身最松的时候，你的声音出来是最漂亮的最美丽的声音啊。所以你一定不要用其他的地方再用力。我说的这个地方就是我，你可以不弹，但是 exactly 就是用底下丹田去推去支持啊，就是呵呵呵呵呵，你可以往下做往下缩那种，我们原来提到过的这个啊。就是不要用上边，就是不允许你用上。你看你这儿重了，不要这种声音，你就是把气推上去。你这儿干嘛加呢？你要是加到那儿，你就你放一下，你坚持两秒三秒钟，你突然放下来，你知道，如果你这儿有任何动作，往回缩、往回放的动作，就是你用力了，这就是你不该做的事情。已经在做了。我看你这儿还是有力。他们好没好点儿？好一点，好一点，但是还是有。要用哑巴说话的那种办法，这是一种说法。哑巴说，因为聋哑人。咱们说话可能这个说哑巴可能这个词不太文明，就是聋哑人吧，他们听不到或者因为什么原因，他一辈子他也没用过，所以呢你必须不用它，像他们那样不能用它，就这样去做。你看，吼吼吼吼，你
这个声带已经开始合起来在用了，打开的，我要打开的，呼，还有你还有，吼吼，你听我听我听我说，吼，呼，吼，呼，呼。你这儿用了太多的其他的力量了，你这儿放松的，这样呢？你这样是放松了，但是你喉头是提起来，不是我要的。你唱的是这样的哈，喉头，是这样的。我要的是放松的，往下的。已经提起来了，这声带并上了，你是用呼，但是不要这儿帮忙，你一唱呼你就这儿容易这样，不要不要，我可不可以唱呼呢？可以可以，你看呼，你变成呼呜，你这儿就开始了，你把有声带有声。你看你把这个呼，最后你要是如果你要坚持三秒钟，你放松呼，你一定发现你是用声带的。你每一个音都在用，实际上，呼呼，你是呼呼，是打开呼，我整个全程都不能用啊，你不能呼呼呼呼呼，你是在这么做的，呼呼。你这最后这搜一会儿，那你听着，呼，这是隐藏在那儿的，呼呼，你听，呼呼呼呼，这样呢？好一些。搜你就容易病上，因为你觉得这搜高了，实际上搜一点都不高，但是你就是习惯，呼呼呼呼呼，呼呼呼呼呼，呼呼呼呼呼，它就是实际就是打开状态往外出气呀、啊，就让气流通过。你把最后一声，如果你把它拖长，你缩下来，做了吗？做了，你觉得你是不是动了？没动。No，你肯定是动了。所以你自己，要不你觉不出来，或者你。我学你哈，呼呼呼，你声带是呼，你听着没有声带的，呼呼呼呼，你能听出来吗？你做了你自己不知道，或者你动作幅度比较小，你是用了，肯定是用了，我告诉你，你听着，呼呼呼呼呼。呼呼呼呼呼，这就是不同。哎，这就好。这些。对，挺好，挺好。对，你要注意就是。
呼呼呼呼呼，那往下往下往再做两个，咱们再唱一首歌。行，今天那个这个练习咱就做这儿，然后呢，下边咱们简单的就是用一段时间来练一下这个那个燕子，新疆民歌啊，咱们试一下哈。这个我的唯一的要求就是。我们刚才说到的东西尽量用两个东西，一个是用丹田气，用最底下的气来支持唱歌，第二个是音高越高我尽量往下，尽量做尽量做。清楚吗？不要吐清楚，我就是，我要说的就是这件事。你这样，亲爱的燕子哥，亲爱的，听我对你说一说，燕子啊，对吧？你把唱完这两句，咱们停下来，我跟你说有些东西啊，从这个亲爱的啊，哦亲。系统的这个事儿啊，共鸣腔呢有一个最佳的位置，就是说所有的这个通道气息通道尽量的打开，然后呢但是我们说话呢，平时的说话的习惯呢会使这个口腔里边的很多器官在配合，这样的话你的这个通道的那个系统就已经变了，这样变的话你的声音整个，你像燕子啊，燕子子，燕子，有的人可能地方跟地方语言有关哈，所以唱歌呢必须是，这个找到这个系统，这个比较好的美的声音以后呢，你就要保持住，不要让吐字来影响你的口腔的形态、腔体的变化，这样的话呢。你的声音永远是统一的，永远是美的哈。你一开始，如果你实在是什么的话，你就可以，辅音，主要是辅音，你就是很容易影响你。你先把这两句这么唱一下，光是元音，光母音哈。比如说爱字，我要应该把那个元音的爱发出来，对不对啊？不要不要爱，不要这个过度，只发那个最后那个母音，我心爱你，我心爱你。你现在我们不入，现在不做这个咬字啊，所以不发我心爱，就就是这样，你的这个心态都变了，你舌头实际上你在动，我愿意，
哎，舌头都放平。舌头抬起来了，用气撑，对，要抬舌根儿。先这样，先就不唱词哈，我们再来一遍，就是两句啊，争取舌根不抬，好吧。试一试，我再提一个，你能不能把位置再调高一点？
我们呢以后反正经常会回过来去做各种复习，所以现在有一些问题也是正常的。那行，今天我们就到这儿好不好？好，谢谢老师。不用谢。